都好長途跋涉啊，咁希望以下落嚟今晚送俾大家嘅歌曲，你哋都滿意。第一首，聽下音樂就知噶啦。
送俾大家。所以自己心情都很興奮，同埋好期待今日。頭先落嚟嘅時候咧，即係有啲落雨咧，個人咧即係嚇到我一陣陣，因為一落雨就點啊，掃興啦嘛，驚你哋走啊。咁入到嚟，幾下咩話？大家唔好走！大家唔好走啊！咁啊，真係好好。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，就特別揀俾你哋聽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近排十二點零咧又重播翻嗰套電視劇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嘅。咁應該咧，大家咧都識唱。咁睇下大家識唱同埋肯唱嘅程度。去到邊度？咁咧我就落嚟，俾個麥你哋一齊唱，咁啊，咁到時睇下你哋個反應啦。OK， 送俾大家呢一首連續劇。妈妈给我缝缝上这一针。
Yeah.